超啊，甜甜，唉，我個樣好唔恐怖啊？唔係好恐怖嘅 Q。幾 Q 啊？咁我哋結婚啦，不如。好啊。好，不過同小就而家就結。好啦，我問到你問題先，了解一下先。好啊。你究竟你嘅正職係做咩㗎？好神秘喎，我代好啲 fans 問。我嘅正職咧就係、其實都係 freelance 咁啦，咁分別咧就係、有 model 嘅工作啦，同埋一啲即係主持嘅工作嘅。咁 model 方面咧就可能出一下啲 event 啊，行下 catwalk show 啊咁樣嘅。咁可能會拍一下電影啦、廣告啦，即係呢啲都會有嘅。咁主持咧就依家做緊財經主持啦，會個 TV 主持啦，同埋一個靈異節目嘅主持嘅。咁咧，其實你而家咧，我就問一個私人啲嘅問題啦。其實你中意邊類人，唔係邊類型嘅男人、男仔咧？男人，男人都得嘅。我中意啲就傻傻地啲嘅，即係起碼唔會太多主見嗰啲啦，即係唔聽話嗰啲啦。跟住同埋，係啦，同埋就都有自己嘅經濟基礎啦，即係唔需要我養埋佢。Yeah. 我初初以為咁嘅，玩完。我初初以為咧，我中意男仔咧冇乜主見，但其實我都中意男仔比較有主見添。就係唔係，因為原來即係冇主見，但有經濟基礎，係咪啊？即係其實即係嗰啲經濟基礎唔即係有三餐飽飯就得啦。我即係富二代咯，我都想講。導演你咁聰明，你係邊個嚟㗎？我係班。好嘢！啊，即係我哋發覺你主持好聰明啊！我小丑嚟到都覺得自己轉數好慢啊！其實班人今晚唔喺度㗎，可以係小丑嘛。好啦，我想問咧，頭先咧，你話嗰啲男仔咧冇主見咧，我諗呢度都有啲男仔冇乜主見㗎。你可唔可以試舉例説明之啊？例如 Brian 咧，唉，咁啊算啦，又俾人擺上台添啊 ，Brian 真係慘啦。選擇係鋼鐵奇俠 Iron Man 美國隊長，揀邊個？美國隊長。點解？點解？因為佢真係好完美啊！佢個樣又好靚仔啦，身形又正啦，又大隻啦，係啦。Iron Man 係其實佢嗰個外殼係型咯，但係佢嗰個。即係佢嗰個角色，嗰啲肌肉唔係真噶嘛，但係佢符合你要求喎、啊。唔係喎，佢好有主見喎、啊，佢有飽飯食喎、啊。係啊，佢太富有，太富有又唔得喎，太富有。安全感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驚佢有第二個二奶、三奶、四奶係咪？係啊，佢其實喺嗰個角色入邊應該都好多女性喺佢。咁啊係，但係你唔係住喺美國，你揾到美國隊長，但係你可以揾到新蒲崗隊長，制唔制？喺邊啊？佢都有三碗白飯俾你食嘅。冇嚟到，冇嚟到，冇嚟到，今日唔喺度。OK。你細個有記憶之中第一個玩具係乜嘢啊？即係你想得到嘅玩具，其實我想講，你恨你父母買俾你嘅第一個玩具。我其實即係同其他女仔應該一樣，就係芭比啦。係咯，因為女仔係好中意即係扮靚靚咁樣啦，又可以同佢哋即係換衫啦，即係跟住就梳頭啦咁樣。咁你有冇買過啊？實質你有冇買到咧？恨唔恨到？跟住我讀書嘅時候有一次就攞咗幾高分嘅成績啦，咁我阿爸就買咗一個俾我嘅，咁所以都得到咗。仲記唔記得嗰個係咩型號？即係譬如係沙灘裝啊，定係晚裝啊？晚裝嘅我記得係。係啦，但係咩型號我就唔記得啦。好慘。中意呢個如果 Sailor Moon 同埋小英，你會揀邊個？我會揀呢個百變小英嘅，因為咧佢係即係 related 咗嗰啲古羅卡嗰啲嘢，我覺得好特別咯，就好似其實係塔羅牌咁嘅卡啦，係咯，所以我覺得佢嘅題材幾特別，同埋佢有一個角色係小狼啦，小狼係香港人嚟嘅，所以睇落嘅時候都比較有同感咯。Lolita 同 Gothic 咧 ？Gothic 同 Lolita 咯，係咯。劉德華同埋梁朝偉。梁朝偉。梁朝偉。啊，古天樂同埋古明華，哎呀，古明華係咪啊？古天樂，古天樂。古天樂點解唔係古明華咧？
估明話。你識唔識邊係嚟㗎？咁旅行揀揀日本定係歐洲？歐洲。歐洲。係因為有我嘅呢個靚仔 captain 嗰啲型號嗰啲人。哦。聽聞意大利啲男仔幾靚仔嘅。係啊。不過好唔負責任㗎喎。係。係啊。唔通你諗清楚？我見識過意大利嘅女仔唔係啦，法國嘅男仔都唔錯嘅，好浪漫，好有文采啦，著衫好有品味啦，係啦，即係毛神神都會著件西裝嫁人哋，好靚仔。但我唔係，我係九龍。但係都冇用，我見有啲外國佢個心口有啲冇。嗱，我 Veronica 咧，你家中咧係獨女啊，定係話係獨男咧？我是有阿哥的，哦，即是有一個獨男和一個獨女啦。是啦，是啦。喜歡什麼色？喜歡什麼色？問你。喜歡白色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？白色比較純潔。是純潔一點，我覺得。波鞋還是高踭鞋？乾淨一點。高踭鞋。是啦，我喜歡高踭鞋那些，因為個感覺比較自信多一點。什麼色高踭鞋？什麼色啊？什麼色都 OK。中國菜定西餐咧？中國菜定西餐咧？西餐。快餐定係茶餐廳咧？茶餐廳。咁下餐定晚餐？上餐咪即係晚餐，晚餐咪即係早餐。啊，平時你中意做咩運動嘅咧，姐姐？做咩運動？係啊。如果俾我揀，我會行山嘅。即係而家你冇得做運動，即係要揀。即係而家冇得做，係咪望到？做運動，即係我唔知係咪即係平時，因為我做 freelance 咧，成日都要周圍走啦，可能行路都當咗運動咯，同埋有時太攰咧，都一打落牀就瞓覺。細個最中意睇邊套卡通片啊？細個最中意睇都係百變小樱嗱，我問下你啦，其實小菜嚟講，我都算係最 top 啦。咁我想問下你，其實你而家喺呢個模特兒界啊，喺廣告界啊，或者網台界啊，咁啊開始努力緊咧。其實你嘅夢想嘅工作咧，係會係點咧？成為奧斯卡金像獎嘅金草演員得主啊，定係話最佳女導演啦，定係話金草演員啊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咧？其實我依家就係一個嘗試緊嘅階段啦，咁就睇下邊一樣嘢比較啱我多啲嘅，咁可能。有一樣嘢啱我嘅時候，我就會專注發展咯。但係要定一個目標嘅話，我覺得即係可以即係令到我自己滿足，即係嗰個狀態咯。即係我唔需要去到好奧斯卡嗰啲太遠咯。可能就自己養到自己又可以即係開開心心咁樣就 OK 咯。反而那些很知名度高的演員啊，那些就成日都被那些狗仔隊追啊，那些可能冇咗自己嗰個生活咯。即係你寧願有私人空間多啲，就唔想咁紅啦，係咪咧？可以試下嘅，但係可以試下紅啲。係啦，係啦。但係唔好太紅。係啦，奧斯卡嗰啲啊，真係太厲害啦！先紅咗之後歸隱啊嘛，咁先型。最尾喎，咁而家你都紅咗啦，導演下次唔揾佢拍。係啦，咁啊，近屆啲男仔好似我哋咁樣中意玩玩具，唔介意啊？唔介意，即係唔介意嘅，你都係有三餐飽飯，係啊，唔係玩玩具又唔會花 fit 係咪先？介意都話唔介意啦，喺呢度。因為大部分都係玩具嘅 fans 嘛。係啦，玩玩具都有啲花 fit。例如是咩咧？鏡頭想整整佢啊！有錢佢同阿哥係啊，錢啊！你識唔識得唱歌㗎？識，五音喺度咯。咦？可唔可以露兩句嚟睇下？露兩首嚟睇下。即時露兩首。咁你啲專業歌手。好啦，最後尾有冇咩可以同觀眾講下啦？不如我哋唔逼你唱歌啦。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啦，我會努力做多啲 research 噶啦。好啦，好 ，thank you， 多謝曬你。